喷杯来装冰，他们也不会收费，因为这样做呢确实会引起顾客不满，最坏的结果就是我们下场顾客就会被查吃。那针对这件事情，如何质量的贸易及生活成本局局长咖啡兹，他在接受中国报访问时就指出，烘焙需要收费是不合理的，因此这些人员解释了为什么没投诉，无法再调查。他也说，如果有顾客不收费的话，那必须要留下收据作为证明，并通过官方投诉网站进行投诉，或者是包括向当局反映。如果当局有接到投报，就会对相关的业者发出通知信，要求他们在规定的期限内做出解释，以配合当局进一步调查。而茶餐室这边的这个负责人说，有的茶餐室的负责人就告诉中国报，他澄清说，如果顾客已经点了茶水，然后想多采一个空杯来跟其他的朋友分享一些的话，茶餐室他们是不会另外征收什么费用的。不过如果这个顾客他没有点茶水，只是纯粹讨一个空杯，然后他自己有携带饮料，然后用那个空杯来装自己的饮料或者自己泡茶，那么他就报废了这个顾客工作的责任。他负责茶水的刘妞妞说，他当时并没有向投诉的女子收取空杯子费用。